气氛都没有，胶原呢还是老保险？<笑>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呢。老大，在游泳池，我看应该是意外，尸体捞上来了。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拧断他脖子。你们看，向大家宣布，我看过了，那上面啊，好像没说怎么赔啊。何老板，在你后面呢，你猜？ 他是不是被警察捉弄了？<笑>还想吃回头草啊？陷下去了。他考我。哦，你不是要追我吗？你别再跟着我了。这怎么行了？<笑>难道我的人不听使唤吗？那钱是我的。 喂，你信不信我告你啊？影响我的信誉。喂。 我下个礼拜要放假，可是下个礼拜有笔大生意，你要盯着陈曦。不做吧，抽血又不会死人呢。喂，他们怎么？已经念过了，可是有几个女的不肯，包括是叛逆的，是他。